超级汽车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，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。哈哈哈哈，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，你们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风格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当然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
看到了，他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大炮出租车，皮娜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飘一飘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。决斗吧，强盗车！呵呵，贝乐虎，开心虎，看我新买的帽子好看吗？好看！旋风，你这样可真像个牛仔。你说的没错，哈哈，我是最酷的西部牛仔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
是来自荒漠的求救信号。哦，危险危险，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向宁静的荒漠靠近。哎呀，你太啰嗦了，让我说，有辆强盗车每天傍晚都会来我们这里抢劫，超级汽车快帮帮我们。马上呼叫雷克警长去抓捕强盗车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能不能看看我？我可是最酷的西部牛仔，这个强盗车就交给我去对付吧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牛仔之绳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！拿来吧！哈哈，发财了！做梦！把抢来的东西放下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哼，让我离开，先战胜我再说吧。铁爪铁爪非常可怕，一圈一圈甩呀甩，轮胎轮胎力气大呀，一下一下撞呀撞，紧一紧是我最爱，一个一个抢过来，全部装进我口袋，明天我还来。拜拜，我走。留下！赛车赛车加大马力，车轮车轮轰隆隆，赛车赛车旋转漂移，我的速度是第一，一圈一圈绕呀绕，卷起黄沙飘呀飘，坏蛋坏蛋别想跑，哪儿都去不了。看我的绝招，长长爪子甩出去，左边右边攻击你，长长绳子甩出去，一个两个套住你，抓紧抓紧向后拉，嘿呦嘿呦不放弃。我们来帮忙，坏蛋就是猫，胜利胜利属于正义，我们成功了。旋风，你是最酷的西部牛仔。哦，你是我们的英雄。我再也不来了。恐龙来捣乱。嘿，斑斑，你刚才使用时空跑道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了恐龙森林，帮贝勒虎找了一些石头样本做研究。对了，恐龙们很想念你，他们请你去做客。我会去的，不过现在我得去巡逻了，一会儿见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什么声音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你的主意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来到贝勒小镇了，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。哟吼，嘿，你好呀。
拍张照吗？够够了，要拍得帅一点哦。他们为什么逃走了？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？那我们也赶快走吧！不好了，贝勒虎，我听说街道上出现了恐龙。我们也收到了霸王龙的求助，他说有两只恐龙不见了。大家看到的恐龙一定就是他们。嗯，要快点把他们送回去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多小光波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恐龙们到底在哪儿呢？啊呜呜啊呜呜，到处转一转，这看看那看看，全都好喜欢。野餐派对、马戏表演、逛游乐园，每个地方都好玩。啊，是真的恐龙！啊呜呜啊呜呜，美食多又多，尝一尝尝一尝，全都好美味。戴上帽子，穿上鞋子，举起爪子，摆个姿势，我们变得好帅气。雷克警长，放心，交给我吧。雷达雷达开启，丢丢，向前向前追击，丢丢，恐龙恐龙你别跑，丢丢，加速把你们拦住，丢丢丢。恐龙们该回家了。不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飞呀飞呀，伸出我的大脚丫，跑呀跑呀，霸王霸王飞过来。用上惊喜道具了，缩小光波启动，轰隆隆加速度向前跑，折腾折腾闪呀闪，照一照，哎呦哎呦，我在缩小，恐龙们抓住了。看，是雷克警长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找到失踪的恐龙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敢乱跑。我现在就把它们变大。等等，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。我宣布，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月都要这么小了。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。糟了。救命啊。不好，我们撤
朋友。好疼呀，救救我。也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不分离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圈一圈回来啦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怎么回事？
特，你的方向错了。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！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快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机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，滴滴火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饥饿的原始人。是谁需要帮助？哦，拉米啊！哦，竟然是原始人，赶紧找一下翻译耳机。不用不用，我现在可是原始人专家，我来翻译。但我拿雨伞背靠。哥。我到找啥了吗？非常饿。萨米卡，拉米啊！真是太饿了，开心虎、你在胡说吧，原始人说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只翻译这一句？他们就是那么说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让超级汽车送点好吃的去吧。美食车亚米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萨乌卡，灭亚多。哦，我要打开翻译耳机。快看，它身上的颜色很漂亮，还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那它一定非常好吃吧？什么？不对不对，我可不是食物，我是美食车亚米，来给你们送美食的。哇！太好吃了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做这些很简单，我来教你们吧。好、我们来做蛋糕，我们要做蛋糕，鸡蛋面跟牛奶边边边，加一块石头，加只毛毛虫，什么？还有食人花。太难吃了。蛋糕里不能加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再做个别的吧。我们来做披萨，我们要做披萨，番茄芝士香。蔬菜汤，我们要做蔬菜汤，土豆萝卜青菜边边边，加一颗洋葱，好，加一个南瓜，可以，还有大蘑菇，这次肯定没问题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不记得我带了蘑菇来？啊，这件是毒蘑菇，别喝。有惊喜了！啦啦啦！看来他们学不会做美食了。哇，好香呀！原来只要把食物烤一烤，就会变得很好吃呀！我要为这道美食起个名字，就叫木塔古塔塔烧烤。太好了，现在你们终于学会做饭了。愤怒的蜜蜂，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卖嘟嘟的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哦、哇！卖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旋风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。啊，救命啊，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来了吧，快跑啊。啊，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，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要赶紧抓住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
跑，车边厢房，开雷打照啊照，一五第五照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炮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